请副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院会，出席委员86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我们首先先为4月2日台铁太鲁阁号列车在花莲大清水隧道附近发生出轨意外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表达深切的慰问与哀悼之意。现在请各位同仁大家起立，我们一起默哀1分钟，默哀开始。默哀毕，请大家就坐。报院会，因程序委员会以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送院会处理，现在由党团依本院议事成立，分别对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提出异议，现在进行处理，并截止收件。先进行报告事项部分，请议事人员宣读党团之提议内容。本院台湾民众党党团针对本第10届第三次会期第6次院会议事日程建议提议增列报告事项构议案如下列表，顺序授权议事处排列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立法院第10届第三会期第6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拟请院会增列下表9案，其余均照议事日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所列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6次院会建议增列报告事项公六案如下附表，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是否有当，进行公决。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10届第三会及第6次院会建请增列报告事项共7案，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内容如下表，宣读完毕。请院会对民众党党团、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所提增列报告事项提议通过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提议均照案通过。本次会议议事日程增列报告事项照民众党党团、民进党党团、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通过，其余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照原编拟议程草案通过。继续处理讨论事项部分，我们依下列顺序处理：一、国民党党团；二、时代力量党团；三、民众党党团；四、民进党党团之提议。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共4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国民党党团有鉴于台铁408次太鲁阁号列车于4月2日发生出轨意外，造成50人死亡，逾200人轻重伤之重大事故，也是国内史上最严重的铁道事故，伤亡惨重，举国哀痛。此次台铁408次太鲁阁号事故，造因台铁尾包厂商的工程车在边坡随意停车，因为拉手刹车而滑落未设护栏的铁道上，以致酿祸，但外界质疑台铁局未在事故现场边坡设置护栏，
电波监测系统设置未如期完成及承包厂商记录不良，竟还能得到政府标案等，显示台铁局及交通部根本疏于管理，未落实工地安全规范之管控，台铁局交通部与有过失，而苏贞昌院长无视台铁常年积弊与安全控管问题，实为核定台铁总体检报告更是难辞其咎，让不幸事件一再重演，也无法升任行政院长职务。原此建请院会做成如下决议：一、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交通部长林佳龙及台铁局代理局长秦文忠等人应负起政治责任，立即下台。二、本院应即成立0402台铁408次泰鲁格事故调阅委员会，以厘清事故原因及追究相关人员责任，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院会对国民党党团之提议有无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按铃七分钟，并请同仁分发表决卡，请按铃。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还没拿到表决卡的？好，都有表决卡。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100人，赞成33人，反对60人，弃权7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讨论事项提议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6次会议建议增列讨论事项，将本院国民党党团邮件于美国贸易代表署3月31日公布2021年对外贸易障碍评估报告，提及台湾就美国猪牛产品莱克多巴胺残留值做出规范表示关切，并认为在相关产品标示原产地暗示使用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与猪肉制品存在食品安全疑虑。为化解美方之疑虑，解除美方透过世界贸易组织技术贸易壁垒委员会表达关切，同时保障美方市占率达到80%，为使用来自饲养猪只饲养场之权益及国人食安健康，原要求院会做成决议，要求卫生福利部应规定厂商将贩售之商品含有莱克多巴胺与否明确标示于包装食品、特定散装食品及直接供应饮食之场所，并将其规范管理机制送立法院审议，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委员会对国民党党团提议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林代华委员声明，对刚才的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103人，赞成40人，反对61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